待你们的惩罚吧。
看来离开春神庇护的你们，万姐的确是如此厉害。哼，败者！人在眷族的情分，我好歹能留给你们一个痛快的了结。比你，以我们两人现在的状态，却难无法胜过继承了真理的婴息。我还能一试。鏖战无益，我们快点先离开这里，再做打算。这边的剧情很长吗？就我前面都没配，在这边配也蛮奇怪的。啊，还有哦，换控制我夏侯乙的，是不是？目标点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。一路上都有人跟着，在后面跟着我们，千万小心。被你蹙眉微皱，突然魂剑指向夏侯乙。夏侯乙闪身躲过，并且比你的剑芒抵在来人的脖颈上。是你？如果这就是你偷袭伎俩，那么你也是许是疏忽了。如果我没有特意露出马脚，此时你两人已经是两具尸身。不能在这里待太久，长话短说吧。还是说你们要坚持这样跟我说话？比你。把剑放下，白光冷冷的闪过，并你收剑，收回他的剑。在阴暗的树林之中，他们竟然从杨环那张变形的脸读出了一丝惊恐。阴息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阴息，他现在更像一个只是屠杀怪物。他的灵魂和尊神御旨的魂躯都已经被污染。污染？被什么污染？我们如何知道你没有被污染？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我，尊神将他的真理赐予了阴息，被九如塔里的瘴气查探得到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些瘴气有自己的意识？九如塔的长老彼此是罗火眷族，他们被遗弃在此世的泥火之前的先民，他们想要的就是那座废弃塔中复苏，将冥界改成他们适合生存的样子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会和虚心祭都磨合，佯攻罗湖城。又是尊神向我们前往冥界来调查此事，抓住阴息未曾设防，当时当刻。虚心祭都，宾利，我们不是在家下之故的常碑上看到这段文字？南北如隔敬畏，勇士两相决，若非转逆七曜之力，方能汇聚双心。所以阴息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已经完全被复仇和恐惧的烈火折住，而九如塔败落的幽灵正借他的魂躯寄生，将那吞天蔽日的石从塔顶喷什么？喷？你是喷吗？喷灌出，淹没整个人间。我们如何才能阻止他？你们阻止不了。我也不能，不会再试。那刺客太强大，即便是你我三人合力，也无法与他匹敌。你只有前往，只不过是白白失掉性命。那你为何要找上我们？因为还有一种办法。比你，你相信杨款吗？我刚才仍在想，他这番殷勤，是否是阴息计划的一部分？在塔殿中，阴息本来可以直接斩杀你我。如果想要我们的性命，那大可不必费如此周折。我想也是。可是他说的，别为我担心。就算我们顺利抵达天洞仪，借天洞仪的心鬼偏移，使用移魂大法，亦是凶多吉少。杨华说的没有错，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。可是，其一是如何清卷血族之体，其二是能知彼端历尽之心，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只有我跟你，只有我，不是吗？这话是很久以前，当如何选择你成为他的平级的时候，亲口所言吧。我一直铭记于心，清卷血族之体，也许是创命术法的要求，但当时为何要送我返回现世，需要彼端历尽之心？也许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自己从未经历过这些事，自然也无法不枉我们那些
从未去过的地方。你看夏侯仪，你心里是明白的，所以我只能够去做这件事，也只有我能抵达彼端，与尊神谈判，以我的魂躯和他的平体作为条件，要求他送我回到虚心要事的死人冥界。以你我如今凡人之力与神谈判，确实是一场豪赌。只不过我有他无法拒绝的条件，待我汲取另一枚灵药和真力复返之时，我的体内才会具有两重暗星平体的奇异。唯有如此，我才能获得罗渊真法全部全能。再者，也只有我残留了有关天洞里的记忆的你，可以施用净法逆转西药，传送我的灵识，送往彼端，回到那曾被炉火平抵的我的魂躯之上。话虽如此，我总感觉才刚刚见到你，冰凌，每一天我醒来看到你的脸，总好像第一次见到你那样。这一切都是如此短暂，好像我们的重逢，甚至也没有多久。我们已经有了剩余这人间十倍的时间，阿姨，我们早就已经见过永恒了。距离双星钥匙20楼域，实在爆发一年有100日。天洞里逆转星钥匙会撕开一瞬间的裂隙，那是我们唯一的时机。如果杨环说的没有错，穿过这道裂隙，宛如魂魄冰裂，你会经受凿骨穿心的痛苦。夏侯仪一晃神，左手边被冰凌捧住，他像擦拭一件落了尘的珍宝一样，轻轻地抚摸着他铁质的指环。即便这副铁手早已没有知觉，但随着他的动作，他周身好像突然升起了一种奇异温暖的感觉。这是爱，痛苦就像这样吗？实话说，我永远不想让你再经受一遍被幽冥障壁所阻隔那种感觉。这一段话是指当初夏侯仪，在握住冰凌的手的时候，手被切断那个时候。冰凌，你要记住，天斗里转速内外不均，每深入其中一层，时间便会延长4600倍。此刻一瞬，彼时一刻，再深入一层，便是8年。但时间也不是无极的，等时间一到，裂隙便会关闭，你我会再度天人永别。我会回来。我会等你。住手！你等半儿等半途啊，不速之客来啦。难道你以为你们在我眼皮底下建的天洞营是你们那些肮脏的图谋？杨环出卖了我们？不，如果引起真的知道我们欲行之事的话，他不会布下这些喽啰来试探我们。大家密切观察我们动向，千万不得让他发现。即便我想要尽快完成利用逆转星耀的进法时，仍然必须全程关注，不留半点失神。冰凌，为我争取一些时间。找九曜风师，领圣方定魂，运武器为魄，使魂归来兮，震劫还愈，逆时之气。冰凌，夏侯仪，我杨环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对不起，英雄，我无法忍受你变成这个样子，便是别人的手下行尸走肉，这不是一介神使应当遭受的命运。冰凌，我只能坚持一回。快去！黑雾缭绕间，那是他看他的最后一眼。杨环。
梁环足。你不是冰离本人，我至始至终都是我。你不是冰离，并非此时的冰离，但我仍然是他。能配男生的声音好吗？尊神，我要你将死壁送返人世半炷香的时间。哦，你从哪来的勇气，敢敢和吾谈条件？死壁若不是有必行之因，定不会远道而来冒犯尊神。你将魂体平现于吾时，早已念诵平生之情。放弃了你的魂眼，现如今你又有什么底气向吾来讨要他？石壁在献上魂躯之时，你曾亲口说言，其一是吾亲眷血族之体，其二是人之彼端历经之心，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的，才满足你的平体。只是石壁后来才意识到一件事，我是你唯一的选择。放肆！你不过是彼时彼境下唯一满足这两点条件的人选，又要颠倒黑白。那么，我若是将你亲手创造的魂体抹杀，将魂魄血肉交还于你，也是无所谓吗？见识冰离，得要挟我，势必别无他法，唯有以死相见。愚者，你的决心向来总是出乎吾的意料。我明白，你向我表达了你的决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许下什么承诺。冰离，你只是为自己争取一句话的余地。尊神广恩大者，势必万分感激。你愿意说付出性命所换回的东西是什么？嫉妒之力，虚心嫉妒，无知清眷，难嫉妒北罗侯。吾的心鬼与他注定永不相交，两不相识。自他在幽华玄水中复苏之后，吾亦无从得知他的去处。吾又是如何得知他的行踪？家下之孤，为夏侯以破血窟中藏碑遗迹，追踪到所记载的蓟都星耀寺的时刻，正是此时的彼界彼端。吾此时去冥界，被人称暗星应月之时，日月戒律减弱。汲取嫉妒之力，可笑！嫉妒纵不与吾所谋，却能是我之眷主。吾为何要放任身为反叛者的你夺取他的力量？再者，吾又如何能得知，将这力量赋予于此等背叛我之人，不会终加害于吾？尊神，此番是石壁夺来与你做一个交易，石壁身上正是有尊神你需要的东西，以一力换一力。仅此而已。所成何物？石壁心中存有历劫空劫的记忆。成往快空，果真如是。若是空劫降临，幽界会毁于一旦，就连尊神你也无计可施。借此尊神所要牺牲的，可并非只有一个亲眷。而石壁如今恰好知道应对空劫的解法。见识冰离，你在威胁我？我已经不知道要不要继续配了，我配的有点累。我到底在讲什么？我真配不下去了。空姐的降临。
啊，反正就是刚刚要求我要回冥界去的、啊。这个时候是刚罗，是冰体刚被罗活夺回冰体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点。这是您造给史壁的魂体，史壁全部交还给您便是。哎，我还以为可以操纵新的兵力，结果不行。哇哦，又银剑士，好帅啊！啊，差好多哦，真的可以用嘞！剑士归来，我飞、欸！叛徒，足球末路之际，而妄图用我的幽灵术法苟延残喘，蛮无意义的挣扎。所谓的挣扎，我倒是做过不少次，就算再来一次又何妨？那冰里是魂体跑去那个时间裂隙，是不是？苏醒吧，我的胞弟，这一次你将永远忠诚于我。傀儡阳环，幽阳环，没有。我们的胜利只不过是时间罢了，而我们又何尝不是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幽灵剑士。嗯，你等下庄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哼，我是岂能不知道了，怎么能称作把戏？景凤神子一约解气。封建化力，逆天皇烈，灰灭无敌。这是基督之力，何必如侯基督两座虚心的化阵之法？叛徒，你是从何窃来此等真法？唯有此法，唯有此心。废话少说。阳环无法死亡，我的阳环好可怜哦！为什么不帮阳环做一个有属性的阳环呢？阳环真的可怜。剑士归来，在明选之下需要怪火阳环，生杀予夺，这帝王的特权，你应当明白。至于你冰底，我的小叛徒，别以为你想这样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剑士归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再一次败于你的手下？我明明获得全部，明明已经得到尊师的全能，我还不够强吗？别逼肮脏的怪物，告诉我，是什么剑原因让你觊觎生命之危？我所借的力，只是杀死杨环的东西。杨环死于他的目中和愚蠢。不，英熙，你还是不明白，凡人之人格与神性的区别。
这神最终会牺牲自己。冰帝，你空口大话的样子真是惹人发笑。你想要牺牲，让我取掉你的性命，让我吞噬掉你的魂灵。剑上的黄眼痛苦的扎动，留下血水，被你拔出剑来。英熙，我才是你的神，你且等着，有待一日，你我会再战。我们打败了他，也许是，只是更像他不敌我们两人，权且策应的。也许有朝一日他仍会卷土重来，我们此番是赠他，是向他正式下了战书吧。此后我们还有一番漫长的硬仗要打呢，但是至少我们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战，知道什么是无可替代的。看来心中铭记的不只是炉火神的话，倒不如说我从来没有忘记